这个是诈术吗？我们通过的法律条文明明写的4年4200亿，你编列的是8年8800亿的，你可以糊弄国民党，你没有办法糊弄全民。违法编列，拒绝审查，违法编。立法院13号召开谈话会，针对第二次临时会议程提出讨论，但在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发言后，在场全体蓝委一拥而上，集体霸占发言台，企图瘫痪议事，要阻挡后续委员发言。而轮到发言的时代力量立委搞路一用，只能无声抗议。林委员，林委员，现在是高路委员发言的时间啊。我们请尊重。虽然立法院长苏嘉全在场一度高声呼吁，请国民党团尊重其他委员发言，但蓝委蒋万安还自备麦克风进场，引发绿委邱意莹不满，上前制止。这个不要冲突啊！啊，不要不要，大家请回座啊！大家请回座。国民党团自备麦克风，经苏嘉全制止不听，没想到邱莹冲上台要抢下麦克风，却遭到蓝委徐淑华一巴掌制止，双方随后爆发一连串肢体冲突。你不能把麦克风拿到议场里面来。好，大家。邱莹莹不甘示弱，朝向许淑华呛下要拉扯头发，但遭到其他委员制止，现场火药味持续蔓延。这个是全国都在看，啊，麦克风绝对不能拿到议场来啊。赞成64人，反对26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多数。柯委员建民，好，因为现在发言台啊发生了一些状况，所以我们的委员无法上台发言。现在啊，民进党党团提出谈话会啊停止发言，并随即针对提请召开第9届第三会及第2次临时会提案进行处理。最后，民进党团直接处理临时会的议程，通过7月13号到21号召开第2次临时会的议程，并将前瞻计划预算以及矿业法修法列为2次临时会议程，才结束这场混乱。记者乌马斯达拉立法院采访报道。